好，我是苏苏，欢迎收看 Maxonic 大设计。进考场前，监考老师总会用金属探测器来检测我们身上是否有违禁物品。不过他检测出来的也不全是不能带进考场的，像是硬币啊。既然探测器能够检测出来硬币，那是不是就能用来寻宝呢？美国有一家公司呢，就利用相似的原理发明出了一款寻宝神器，这下子呢，发家致富是有望了。小时候呢，大家都幻想过要背上行囊踏上寻宝的旅途，那寻宝这种高精尖的活，自然呢得有一个顺手的好工具了。美国的 ProPoint 被很多人誉为是寻宝之必备良品了。这根小棍子的前端呢，是一个360度的感应探测区，能够快速感知定位金属目标物。当检测到金属时，它就会发出滴滴声，提示你找到宝贝了。除了能在陆地上使用，它还具有很好的防水性，可以在3米深的水中操作。如果大家游泳时掉戒指什么的进水，就能用它来帮助找回失物了。另外呢，它还具备独有的一键调写功能，省去了使用者不断调整灵敏度的步骤，可以快速缩小探测范围，从而实现定位了。只不过呢，可惜的是，它目前的感应距离呢只有10厘米左右了。所以要是宝物埋在地下很深的地方，那它还是感应不到了。看样子寻宝这条路还是不好走啊。视频元素来自 Gary Detectors， 由 Maxonic 创意公园翻译兼制作。感受最美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ic 创意公园。